性的老人疾病，老感觉旁边那里好像有人要拍他，然后有人在和他聊天。有些时候的话，一个晚上不睡觉，然后自己在那里自言自语，可能就是靠药物来支撑的。还蛮难，婆婆。嗯。哈。嗯。那边很舒服，你要讲啊。嗯。哈。嗯。哦。开心了。嗯。看到了，有很多很多的苦。很多苦，人啊，任何一个人都逃不过的苦，很多。不管他有钱，或者是穷，人生生老病死啊，到最后来，这人人都逃不过。说老，这都是不知觉的，每一分秒呢都带走了我们的一切，这是师父最近常说的话。每一秒、每一天，都是默默把我们的一切带走。我们的形象啊，从头发看得最清楚，默默地带走了我们的身体上的所有一切，在老化了，总是呢，这就是生命老，那身体会衰弱，当然了，也有很多了老当益壮，但是呢，大部分自然法则，老来总是呢。体力衰弱，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啊。所以说来，我们呢，似乎最近呐、啊，最近一直呢，对自己说话。第一，我对自己说话，你很有福。对自己说了，我真的很有福。五十多年来，我的福呢是得助缘。各位菩萨，其实你们是跟师父是有这一份缘，这不知道哪生事呢？接下来的缘，到了今生此世，佛陀2000多年前就说，未来的五浊恶世，或者是佛陀在说，菩萨在人间，为了一大世因缘来人间教菩萨。菩萨法，这就是这一部《法华经》啊，《法华经》里面的也是都很明说的，佛陀为一大世缘来人间教菩萨法。那世间呢，菩萨要成就都爱在世间，离开人间无菩萨好行。哪怕在天堂啊，也无菩萨好行。所以你看，天人要听话都要来人间。所以天堂无佛好行，因为因无机会好付出。因为天堂人人都在享受啊，没有苦难的都在享受，在消福。过去所造作的福，他们享受去了，在天堂。后来享完，他们还要依念呢，赶快爱补啊！那个依念呢，到底个回归地狱呢，或者是出生道呢，或者是在人间呢？不一定来人间哦。因为呢，他过去有
真重的业。啊，不过呢，他的福业做真多，那样的重业呢，能消灭掉吗？无啊，迄个重业的经济还是伫咧，就是遐真多的福啦，胜过了恶的业，所以他就把这个真多的福先去享受。遐的福呐享完哦，这个恶的业啊，赶快还要带去，不管是畜生道，还是地狱道，或是魔鬼道、三恶道啦，照常还要去。这就是我们还没有解脱的凡夫，随业随业转啦。啊，师父定来甲大家人讲。咱唔通羡慕要去天堂，我们一定呢要记得发愿在人间。地藏菩萨呢是发愿在地狱，啊，师父呢是发愿呐，要修地地狱门的头前，不要让地藏菩萨那么的辛苦，帮助伊吼早日地狱空。那都爱对人间呐，都鼓励大家人不要行恶哦，唔通去作恶，你都未对地噶。你呢，就是行善，但是呢，你要懂得佛法，行菩萨道，这叫做中道。真正我们真正是爱体佛法的，体解佛法。所以我们在三皈依，皈依佛体解大道，我们就要发无上心。皈依法呢，深入经中，才是智慧如海。那皈依经呢，我们呢，为了要同理大众，所以啊，我们呢，好好的把人跟人的中间菩萨救星，咱人人呐修佛法的规矩，把咱的心，把咱的心，会当成为呢带动人的典范，我们就可以呢啊，我带你行入佛法的道路，所以通利大众，一切无碍，只要你用虔诚的心。信即无私啦，信人人都有爱心，人人都有因缘，可以入佛道来。只欠的，欠人去给接引。只要我们发心立愿，接引众生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但是你要度众生，一定要断烦恼。不要一点点的人啊，我啊，是啊，非啊，我是他非，一直一直执着，是我对的，是伊唔对的，那一种，安尼刷刷杀杀的，总是把我们的这种善念呐、啊，稀稀落掉去。常常讲，跟大家说。我们要修行去除烦恼，一定呢去除了无漏，爱得来去掉个无漏去，我们的法接收来，不要漏掉，唔通吼做水讲，这个讲呢内底空空，水干那对只老鬼，滑水呢，我们要把它装满。把它装满，滑水。有的时候可以点滴点滴，要那无呢？那吼是无法度啊，无法度啦。那就是无奈哦。我们呢，要时常要累积了满满的法，我们可以论时
润湿啦，让人人这个心灵的干燥，让它有一个湿气，好的种子在咱的心底啦，那就一生无量。一粒经济可以行无量啊，这都是呢，只要有一颗种子，我们就可以不断累积累积，菩萨招生，有人呐、啊、就有法，大家人有人都有方法啦、啊。这个方法大家人你记起来，要做的事，那就会力量就会好。